熟啊，你这是意思是熟熟。我就陪你到这儿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这孩子说的啥话呀？是你陪我来还是我陪你来的？关键是我一看着我干爹，我这眼泪就止不住。你别把你上白活那个劲儿用你干爹身上，那老根儿挺硬实的，你老哭啥呀？关键三姓跟赵三已经都这样了，我现在说赵三啥已经都没有用了，还是你把这情况跟我干爹说一下子吧。海源啊，既然你跟三姓已经没有结果了，也不往下发展了，你现在作为老根儿的干儿子，你能眼看着你干爹被别人坑吗？老根成天搁家一待，剧场发生啥事儿他都不知道。你作为干儿子，你得替老根担点事儿，最起码你得把真话跟他说了。这儿，姐，你觉得有变化吗？有变化呀，多好看呀！你觉得呢？我看没啥变化。但是脸有点小啊，小了，确实小了，是吧？还别说，还我感觉真的有点小了哈。这嘴没动啊，姐。不行，变化不能太大，你跟身份证还要不符了，坐火车坐飞机都不让你坐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对，现在已经挺好看的了，是不是？变化挺大哈，挺好看了。哎呀，姐把那照片都给我换了啊！行，我一会儿给你销毁证据啊。哼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你若爱就来，不爱莫张狂。哼，哎呀妈，巴掌脸，谢姐。哎呀，干爹，你最近挺好哈。好也好到哪块儿，坏也坏不到哪块儿。你俩怎么凑到一起去呢？干爹，我现在大舞台那头也去不上。那啥，我这给他介绍点活儿。我说人脉广啊，你们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哎，我也是替你分析啊。就这个赵三儿走了十多年，二番脚又威回来了，略显蹊跷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呀。你跟你干爹说呀。我就觉得赵三儿吧，对三姓真的假的咱不说，但是我觉得对咱这个山庄，对咱家的产业，他目的性不纯。有啥行为吗？反正外边他都是这么传的。跟他有啥关系？他奔产业来呀？咱家有啥产业呀？你说这三姓跟开元也走不到一块儿了，现在就整这么个赵三儿，我觉得他俩也成不了。他就算成了，我也不接受，今后他也别上我这来。我说这还是像干乐队的，像咱们这样的能准一些，别上火，孩子事儿嘛，对吧？实在不行我还能兜底。你兜什么底呀？俺那小子一直没找。俺家那孩子。这还是将来看事态走向了。你别唠了，这你添乱来了，你咋又扯你那些了呢？我看你这挺上火的，你那还不如赵三呢。那可扯，那还可比赵三准。嗨，这八竿子不着的事儿，你这咋的？你对我们家姓怎么看的？你这个陪他来的。我们俩来就是来看看你，你挺好，我们就放心。来了，进来。药丸子。啊。药丸子。嗯。你别玩了。你发现我有变化没？看看啊。有变化，这脸呢确实小了。真的。你现在是正宗的巴掌脸。哼，姚丸子，我呢跟以前不一样了，
变漂亮了，你呢别有压力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就算再漂亮也不能扔你。那我谢谢你呗。咱俩谢啥？嗯。哎，小琴在呢。叔，那我等会儿再来啊。哎，你变的叔。嗯。叔，你看我脸有没有变化？没啥变化啊。我刚踩完线摘一下吗？变是大是小？小一圈嘛，现在是正宗巴掌脸。那哪是小两圈？你看这小瓜子脸，七仙女下凡呢。真的呀，叔？要不小琴以前也漂亮吗？谢叔，叔好好念叨。哎呀妈，漂亮。我怎么瞅着那脸比以前脸大了呢？那勒了那么长时间，那都胖了，那都。你还挺能忽悠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大龙有问题啊。咋的了？咱门口卖水果那女的，她大龙去买水果从来不花钱，完那女的还跟她说随便吃啊。你这不有猫腻呢？你说他俩一伙的？有利益。那必须的。你帮我盯着点这事儿。我是你的人，这事儿我能不能盯着吗？回来了，啊，姐，你让一下呗，嗯，我照着。咋的了，姐？我真的有变化吗？有啊。刚才我碰到九毛鼠了，嗯，九毛鼠都说我有变化，他都看出来你变了，他说我长得像天仙似的。嗯，是吗？姐，你说我咋自己觉得自己没啥变化呢？哎呀，你天天看自己那张脸，都看习惯了呗。你还记得我说的审美疲劳不？是吗？嗯，你们看我都变了。不过我现在有点担忧。担忧？嗯，担忧啥呀？你看我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，我就担心药丸子心里有压力，再觉得自己配不上我了。你说处对象这事儿就怕有差距，再说了，你说我整容这事儿是为药丸整的，他要因为这个再咋的，我就不整好，你说对不起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啊，你那脑子一天寻思啥呢？哎呀，你呀，就是太年轻，知道吧？太嫩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感情这种事儿。就俩人在一起处对象吧，是距离产生美，得保持那么一点点的神秘感，你懂吧？你别老天天上赶了，天天搁那要丸子，要丸子，要丸子，他不烦我都烦了。啊，姐，那就是不搭理他呗。嗯，反正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吧。这种事儿呢，也是因人而异，自己悟吧。来，起来，我照一下，来，快点儿的。你这一天呢，整那整那没用的了，就这几个人天天长到咱们家，你整这么隆重干啥呀？这叫仪式感，你懂不？平时那都是闲聊天烂干的牙，今天我们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，这是新的起点。呀，来了，我开门去。掌柜有事儿啊？爸，爸你喝茶。那个找我们哥俩来有事儿吧？爸，会咋开的？会就那么开的呗。什么级别参加？中层领导以上。三姓没去是不？三姓没来，他打电话说有事儿，完了派赵三来的。嗯，他派赵三来的啊？
他是谁呀？他是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那不得有个人替吗？有个人替也轮不到他，人家宋开元还有20%股呢，他是几呀？他呀？他咋的了？他进这家了还咋的？这事儿我们草率了。你们怎么就不给他撵出去呢？你爸，你是听谁说啥了还是咋的？我用听说吗？他俩这个事儿，我明确态度了，已经不同意，你没明白吗？那跟开会也没啥关系啊。他怎么能开这个会？我这以后严肃这个开会纪律，再也不会发生。这现在这管理都乱套了，知道不？就是这个大舞台啊，这三姓他也没心思搁那管呢。你们俩都干啥呢？你这天天就京客这点事儿，咱家这事儿你不管吗？你也不上心呢？我听他们的安排我呀。谁安排你呀？刘总呗。看你这。刘总是谁呀？二奎吗？他得给我安排工作呀。给你两个任务。您说。赶紧把赵三给我安排了。安排哪个部门？安排出去。啊、哦。让他消失。让你干啥？我不想见这个人。离开咱家，懂了吧？能办不？爸，我能办，能办。你呢？行，都听你的呗。咱你还委屈呀？还都听我的？怎么的？执行了不？不是你，这听风就是有人赵三儿，咋的了？你就让人消失啊？来历不明，20年没露面，咔嚓就来了，又去开会去了，啥目的呀？是奔啥来的？你妹妹又吃亏让他骗了呢？哎呀，爸考虑的比较周全，你就听话吧。你还你咋身身牙疼啊？没事，办呗。爸，这事儿我们一定办，照您说的办。快去办去。好。哎呀，做啥都不正。啊？不是，我说我应该去，爸。哪来那么多话呢你？啊？老对付，横道横道的。慢慢我还调不来你了呢。今天把大家叫过来，咱们临时就开个小会儿啊。这段时间咱们究竟干点啥？这两天我也想了，究竟干啥我也没想好。你们也想想招啊，发发言。那个我岁数大，我先说两句啊。这两天吧，我也合计了，这个咱山庄啊，不来个张总啊，跟我二文他们要合作。谁呀、啊？二奎，哎呀，你就说刘总得了，不就是我二侄吗？老套近乎呢。这个张总跟我二侄啊，不要整这个南果梨酒吗？我以前不开过烧锅吗？我整过高粱酒，我就觉得高粱酒的工艺和这个南果梨酒，这玩意儿也就是大同小异。你说酿酒啊？对呀、啊。梨在哪呢？那山上不有都是吗？就摘呗。那山上梨谁的？那不都大伙着就摘呗、啊。那都是山庄的梨，山庄单有酿酒部门，完了你这边酿酒跟人对着干呢，你就无效。要我说呀，你做买卖这事儿都用不着问咱们。你看这小超市，你还少骗钱了？啥呀？你不没少挣钱吗？挣啥钱呢？那俺家陈杆子去年就找老根叔去了，就说开超市的事儿。老根叔说了，说山庄有超市，人都统一管理。那你说咱还能开呀？那不是那个事儿。那我是想不出来的，你们想吧。就是你说山庄现在我看整挺好的，要不咱干点保洁啥的，给收拾收拾卫生。你可拉倒吧，山庄保洁一批顶一批的，哪有你的位置啊？谁到了他就像没长心似的。你要上山庄当保洁，那小红上哪儿去？不，老李头，你一天的这家伙老自作多情的，还小红小红的，人搭理你吗？搭不搭理他是他的事儿，那话我得说呀。哎呀，别闹了，你们还真没理解我的意思。咱们得干一个既不违反山庄规定，还能给山庄创造一定价值的事儿。这个事儿要做好了，那全山庄的人呐，对咱得刮目相看。哎呀，我有个想法。啥想法呀？你想啊，现在山庄啥也不缺，对，唯有缺的啥，开个麻将室。你看，搁家里摆几张麻将桌，把那帮会员爱玩的召集过来，中午工作室饭，整点茶水，
这玩意儿都没多钱，既让会员娱乐了，咱们还把钱挣了，你看多好。这个想法还真不错呀，大壮，这想法真行，是不行？挺好，大脑瓜没白长。行啥呀？行啊，拉倒。你不行，你看，啥都不行，你挨个让出主意，这个出主意不行，那个出主意不行。我说回我开会，想老半天，没用。你看你坐会儿呗，大壮啊！你看留他干啥玩意儿？你说呀？那咋整？那你就想吧。其实我觉得大壮这想法挺好的。走吧，走吧。那你俩自己想吧。走。那我回家想。你有什么招了？我研究研究这个苹果，应该也能酿酒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看着没，就这几个人吃吃喝喝咋的都行，到上镇长干点正事儿，谁你也指不上。哼，哎呀，白扯，还是我想办法吧。这都几点，他能不能来了？是哈。你说咱爸这想啥？想一出是一出，我这一大堆事儿呢，非让我上这儿来。要不大哥，我先去忙事儿，完你在这儿等他来，你跟他聊呗。那好吗？爸让咱俩来的，你半道走了是怎么回事？那谈个话非得俩人，那不浪费资源吗？哪叫浪费资源呢？咱俩代表不同的层面，我代表的是家庭，你代表的是企业，就很简单的事儿，你都能整复杂了。大哥，二哥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来，快坐吧，等你半天了。坐，喝茶。啊，谢谢大哥。你来山杏知道吗？我没跟他说。啊，那就好。你来大舞台很长时间了。一年多了。家都挺好的。都挺好的。爸妈也挺好。我从小就没了爹妈。那你属于孤儿啊？你干哈呢？调查户口啊？就直接说正事儿就完了吧？还是孤儿？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找我有事儿吧？行，这个工作上的事儿你说啊。工作是不是我工作做得不好啊？那个要如果是做得不好，两位哥哥你就尽管说，我虚心接受。如果是无意当中触犯了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你们该罚就罚，我也不是外人。不是你呢，没触犯这个公司规定，你有点触犯这个家里这个咋说呢，就我哥吧，这不好意思说，他意思就是说你呀跟我妹妹山杏处对象，对大舞台有没有想法？想法啊，我还真有想法。之前呢山杏跟我说过，他呢让我把大舞台大阵担起来，他说他是个女的，不适合搞管理工作，他也真不喜欢，他就喜欢二人转。那个我知道我的出现呢给家里带来很大的麻烦，今天两位哥哥那找我，我挺开心的啊。我努力，我希望家里人一定会接受我的。不是，你就是咋努力吧，你干的都是零，就是啥意思你没理解。我哥的意思就是你跟山杏处对象，就是跟大舞台有没有关系。二哥，你的话我有点没太听明白。他的意思就你奔我家钱儿来的，是不是哥？你是不是这回能听懂吧？啊，嗯，原来你们这么看我的。我哥，其实我们这么看你呢，我觉得也很正常。曾几何时你来过这里，是吧？突然间消失，而且消失的让人很费解。就我听说好像是跟一个比你年长许多的一个妇女走了，是吧？这都是你的过去咱也不说了，但是你这次突然间回来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，我们应该去考虑。另外我可以告诉你一下，你如果你这次要是不回来，跟山杏结婚的不是你，而是宋开元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你这次来呢等于说一时激起千层浪，让我们的家庭非常的不安。好了好了，两位哥哥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那就谢谢你啊。谈定怎么样？好啊，你谈这事儿你就得当断则断，不断你就得乱，快刀斩乱麻，是不是？够狠！你早谈着这样早结束了，一天云就全散了，不好。你为性考虑过吗？你为爸考虑过吗？那有那么句话，先有老后有小，
你怎么的爸还在你就不考直接考虑性，我是有原则的，我觉得我这个原则说得过去，是吧？那个今天呢组这个局呢，就是挺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，在一起吃点饭聊聊天喝点小酒，我感觉呢挺好，是不大哥？尤其今天药丸能来，三叔呢特别感动，给三叔面子。三叔也知道你跟小鱼呢之间有点误会，也是借这个局把事落开。我寻思今天咱们都是演员搁一起聚呢，我没寻思有外人，我要是有外人的话，我要知道的话我就不能来了。丸子，其实呢小鱼呢找我多少回了，就想组个局儿，请你喝点酒，给你道个歉，怕你不来。这不今天三叔整的这个局儿吗？来都来了，把这事儿聊开就行了。我知道大舞台现在那么忙，也不想给你添麻烦。你说山杏姐呢，马上要结婚了，把所有事儿全堆你身上了。你说你俩这事儿要传到你干爸那儿，那老头不也得上火吗？我觉得你俩这事儿啊，整那么僵不好。三叔，我不想僵。刘海回来，我问你。就那天发生事儿的时候，你咋想的？你不向着我，你向着小商贩儿。再说他们摆摊都摆大舞台院里去了，都搁中间都摆了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完你不管，你保安队干啥吃了你？不是你这脾气太急了，哥。我想告诉你啥呢？刘老根大舞台，别说没有你于海阔，就没有演员，人家也照常开。你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你就可以走。干啥呢？完了。你话呢？你就别唠这么讲。小玉，跟你说话呢。三哥，倒杯酒，给你丸子哥道个歉。嘿，丸子哥，我错了。你别光叫哥，我受不起。你认不认我这个弟弟无所谓，但是你这个哥我认定了，你就看我于海阔怎么对待你就行了，行不行哥？我自罚三杯。完了，人家也敬你酒了，也给你赔礼了，你怎么也得给点面儿啊。完了，给三叔个面子行不行？三叔敬你一个。要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。给我三叔个面子。哎，跟大侄说一句话，以后呢在大舞台大侄这一块，三叔还得多多帮忙，多多支持。你放心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来干。来来哥。哎呀，哎，踹我一小脚。行了，别生气啊。咱不都说好了吗？就生下来不管啥样，就一口气咱都养活他。喝点水。不喝。啊不喝。哎呀，行。爸啊，小茹来了。呀，给我妈买点吃的。我妈呢？就搁屋了，屋里。这是正妈。Hello 啊。俩孩子看你来了。妈呀，太伤心呢！给你带好吃的，还有一小弟，不是一小弟弟，你们不是不要吗？什么不要啊？妈，你吃点好吃的，我过会儿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别哄我了，哄我也不是，拿走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跟老丁去医院问医生了，人家上次说是有可能是唐氏综合症，但现在已经全部排除，啥事没有。哎，行了，你可别骗我了。真的。我早做好准备了。不是，爸，上次医生咋跟你说的？那医生跟我说就是唐氏综合症，完了我脑袋嗡一下子，我就懵了。我爸懵了。这把我爸吓坏了。今天我小茹去医院了，跟大夫也了解了一下情况。大夫说吧，像您这个高龄产妇生下来的孩子吧，得唐氏综合症的这个几率很高，但不是100%都能得上。而且根据您这个化验指标，基本都没问题。所以说您不用这个担心了，没事了。啥事没有。你看这多好。那他说我就现在没有事了呗？啊，对呀，我儿子非常正常，是不是？但大夫说了，您得保持良好心情，然后多吃点，然后你就才能保证没事儿。
老丁，你真行，你真是我好姑娘。呀，你都给我买啥了？快点，给我儿子补补。快快快！光见你儿子怎么？你还有个姑娘呢，你别忘了。不给你吃，别吃了。给你这个扒个香蕉，我自己扒。你自己扒呀？这多好啊，我儿子正常的。这回放心了是不？放心了。来了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一下午打电话也不接，这可是第二次了。要有第三次的话，我可真急眼了啊！咱俩分手吧。你说啥？咱俩不合适。咋不合适了？门门当户不对的。找你干啥去了？这马上要结婚了，你跟我说不合适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呢？这是事实。什么事实啊？你是家族企业的千金，我就是没啥社会地位的穷小子，咱俩结婚了，你家指定会瞧不起我的。我瞧不起你了吗？那倒没有。这不就完了吗？你是跟我在一起生活，又不是跟他们在一起，你在乎那些干啥呀？我问你，在我心目当中，我爸是不是最重要的人？那当然了。那我为了你，是不是跟我爸闹掰了？这不能代表我想跟你在一起的决心吗？你决心越大，我压力就越大。你有啥压力呀？你是不是听谁说啥了？没有。是不是谁给你压力了？你受不了了？你顶不住了？如果你真想走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走，不就是我们家趁俩破钱吗？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你走哪儿我跟你哪儿，这还不行吗？杏儿，咱们不能太自私了，那样的话你会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。你跟我说实话吧，到底谁找你谈了，还是给你压力了？到底谁？就别问了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你是不是想急死我呀？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大哥和你二哥怎么能说出那种话？他们跟你说啥了？吃个苹果啊，妈等下再吃。这大晚上谁呀？就是啊，谁呀？谁呀？老邓。哎，小郭，你爸在家吧？在呢。这么晚他干啥？爸妈。哎呀，沙杏来了，有事吗？嫂子啊，问问他呀，到底跟我二哥干了什么好事儿？咋的了，大奎？那个赵三儿，你说真不是物，里外糊弄。你说谁呢？我看你最不是物，知道吗？跟谁说话呢你？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你不知道自己干些啥吗？我再告诉你啊，无论你用什么心机，你也拆散不了我们俩。天王老子都不好使，何况你？你这说什么话呢？我们这不都是为你好，为这个家好吗？照你这意思，我还得谢谢你呗？那倒不用。你想得美，没错。我是该谢谢你，要不照你这么搅和，我俩还真成不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跟他婚期已经定了，爱谁谁。哎，小郭，小郭，你跟谁呢你呀？一点规矩都没有啊！谁跟你呢？你少说两句吧。你说这大晚上的，你吵吵啥呀？不让邻居听见，还以为咱家咋回事呢。大奎，你说说。你做什么了？怎么惹山杏了？让他发这么大的火？不，咱爸嘛，让我跟二奎找那个赵三去谈，让他离开山杏。那是我爸让我去，我能不去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什么事都听你爸的？我想听我妈的，上坟地听去。咋说话呢？这是好人干的事儿吗？你说人家山杏
不想嫁的时候天天逼着人嫁人，现在人家想结婚了，怎么的又死活不同意了？跟你说，你们老刘这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再说一个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说你俩吵着啥呀？你都少说两句吧。咋做都不对。兄弟，啊，你喝多少啊？不喝了，你再来一杯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吐了都。来最后一杯。再来最后，不了。嗯，你啥时候进来的？那门开着呢。你这换头型了，你要唱摇滚呢？唱啥摇滚？被窝里咕噜的。咋喝这样的？跟谁喝的？喝多了，跟我师傅喝的。是不是有于海阔？你咋知道呢？我看他在那呜呜喳喳的，跟那队员开会呢，说以后见着你，都得立立正正。都是逢场作戏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我这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别整的那么僵。睡觉呢？啊，中午歇会儿。有事啊？寻思找你商量点事儿。没商量。你看你这怎么这态度呢？这态度咋的？哎呀，老雨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给回鸿写那封信呢，你还给我呗。啥信呢？就上回。我给回鸿写信，完夹在书里掉下来了，完秤杆子捡着之后，那信呢？烧了。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干嘛烧我的信呢？我闹心，那我就烧了，怎么了？你说你什么人呢？你这是？我跟回鸿处这么多年，咱这屯子都谁都知道啊。再说我这可冒着生命危险跟他处的，都玩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啥意思啊？这没外人啊，我跟你说。就回鸿，处了能有四五个对象。第一个，那还没等提亲呢，就没了。三十多岁那年，他又找了一个，那长得跟你有点像，差不多。过两个多月，嘎嘣也没了。第三个，那也奇怪了，也像你，也没了。我是第四个。你这叫什么？这叫封建迷信，我不但不信，我还不怕。老哥，哎，咋的了？张大哥，我也可以管你叫张老板。你别跟我争啊，那红红啊，那就是我的生命支柱。你说你上海那三个房子，你说你这条件，你找啥样的没有？你跟我抢啥呀？他要走了，我也没法活。你放心，回鸿不能走，我呢还得来。我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，在这安度晚年。我跟你说啊，就现在我这脾气改多了。要搁以前，我跟你说，我早跟你玩命，你知道吗？你啥意思啊？你怎么还要搬这儿来呢？在我眼皮底下，你说我还活不活呀？老李头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这人呢各有所爱，你就是回鸿吧，我就喜欢上了他，是吧？要不是咱们和平竞争，公平竞争，怎么样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说你，
公平竞争，我能争过你吗？你说你那么有钱，我就住这那小屋那么大点，这还是三庄给我分。不行，这么办啊，咱问问辉宏，他假如要是跟你了，我马上走。假如说他喜欢我，咱们一块儿搬到这儿，在这个山庄里度过晚年，多么幸福啊！咱三个人一起过能行吗？你想哪儿去了你呀、啊？我说，要不然他喜欢你，要不我走。刘总，这次在山庄转了一圈，对我们这个山庄项目投资有没有信心？去年我来过一次，我还记得当时山庄的样子，没想到这短短的一年时间变化这么大。看来诗欣说的没错，刘总您在经营管理这方面确实有自己的一套，我对咱们未来的合作非常有信心。你今天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等咱们大酒店建成以后还有很多项目要上马，到时候咱这变化会更大。我相信龙泉山庄有这个实力。哎呀，夸奖了。其实呢，你也知道我们龙泉山庄以前呢是家族企业，这不去年嘛跟这个金科集团合作了，现在呢金科集团是我们的后盾。那可太好了。好，上菜了。哎呀，这不珊珊吗？你怎么才来呀、啊、珊珊？刘倩，好久不见呐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还这么苗条，这么漂亮啊？你也漂亮啊，快坐快坐。不行，我这个哎呀胖了，减肥减不下来。我听诗欣说你来了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。你说你来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刚才还跟诗欣说呢，说想去看你呢。来，快吃个饺子，我特意让厨房做的。好，我尝尝。啊，山野菜馅儿的，你们厂里吃不成。我听说你这次来是来山庄投资的呀？啊，对，我这不准备跟刘总一起合作吗？以后还得刘总多关照。好吃不？嗯，好吃，快你们都尝尝。这是咱们特色，这是。珊珊，你也一起吃点。诗欣，你给珊珊准备一副碗筷啊。好，那个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我先回去了。行，那你忙去吧。你们聊正事儿吧。我们接着聊吧。珊珊减肥是吧？是。其实你现在投资正是时候，因为山庄生意非常好，是会员制嘛。刘总，我敬你一杯，预祝我们合作圆满成功。来，干杯。到啥时候跳马，啥时候出局呀？过日子忙事业，哪能都如意？大丈夫你得能伸，也得能屈。人活一张脸，树活那一张皮。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，国法家规要牢记，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。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，走好人生这。